Justin 的第一次冲坡。 下蹲蹬腿， 哎呦， 小贾第几次忘了，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来挑战冲包来了。 Game over， 不知道第多少次冲坡， Justin， 哦，快成功了，周瑞，啊，你们说你拍摄技术很强吗？没有，是这样的，刚才 Justin 滑得很好，但是因为滑到中途的时候，我手突然不知道怎么就按到了。 我补偿你嘛，看了十秒钟，那视频就没了呢。但滑的挺好，你刚才换刃，拜拜，期待了。你刚换刃换的挺好的，而且速度很快。一会儿没关系啊，一会儿我再给你补一个超级无敌好的，好吧？补偿你。道个歉，刚才滑的贼好，没有把你拍到，我有错。你错了没有？错了。但是今天 Justin 有点厉害的。Justin今天摔的可惨了，大概摔了80次吧。大概摔的我真的是体无完肤。 但是今天还是有收获的吧？收获满满。今天很牛，Justin才第三次滑，对，是吧？然后就可以跳坡了。而且今天刚才那边我没拍到，但是换着换的有点东西。是不错，可以可以，一会儿好好给你拍，然后把这个作品呈现给大家啊。必须的呀。这次一定成功。OK， let's go。 心却汹涌，深爱眼中，扭曲星空，爱只想被割。